余霞阿娇与赖鸿国八日坦诚已签分居协议，婚姻仅维持一年。清水梦塔罗的小梦老师表示，透过塔罗牌分析，两人分开只是早晚，更直言双方在近半年已无情感。虽然赖鸿国的发文中显现出对这段婚姻的不舍以及对阿娇的感情浓厚，但小梦老师仍直言日后复合无望，后续两人各走各路。小梦老师用塔罗牌为阿娇与赖鸿国抽到宝剑六正位，显示男方桃花众多，且有可能为双亲命，容易出现两个女人并存。小梦老师表示，两人近半年来感情冷淡，分开只是早晚的事，且女方个性多疑，若男方经济出现问题，又会暂时感情更差，推入分离局面。小梦老师接着指出，阿娇与赖鸿国日后复合无望，女方近两年会再遇见正缘，男方目前若有暧昧对象的话也是正缘。此外，小梦老师表示，赖鸿国之后经济恐出现问题，投资理财需谨慎，反观阿娇在这段感情后将运势打开，若创业有机会成为女